要是吧？对啊，老板娘、啊、，smart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今天第一名的啦。不用看了哈。对，一定是他了。也不用比的，不用量的。要量吗？不用啦。四米。跟我身高一样，180而已、啊。四米小车车距要怎么睡？人家是可以睡，他这个真的有床哎、欸。你会觉得，等一下，元哥，你觉得他是睡直的、睡横的？睡直的，两只脚往外伸。那个方法哈是人找出来了哈。对啊，怎样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迟来了，迟来了。嗯，对，迟来了，也、欸、真的有迟哦、喔。来量一下。来量一下，量一下。请那个张大哥帮我们量一下哈。哎呦，没啦，你爱扭这的。外面就好了，你帮他拉一下。差几米？两米五。两米五呢？两米五。哎、欸，搞不好他真的是脚可以伸下去的。你看里面。来哦，看一下哦，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他怎么睡的。来，他就是把后门打开。副驾驶是可以打平的呢，哈、哦。没有完全。一米七啊。哦。一米七啊。他里面一七五啊，我看一下哦。你看。欸、他可以盖下来呢、哦啊啊那個。我将近180呢。如果脚放在这边，没有啊，他头睡这边。那个头应该睡这边。他头应该是睡这边。对，他头在这边。所以他还是可以伸，可以伸直，脚是伸直，而且可以盖下来。重点是可以盖下来。对。哦，这颠覆。一吸的哈，那牛一吸的啦，吸的因为阿伯扛起了后，一吸的。哎，实的。一米四。哦，这扛不起来。因为他那个是。阿伯阿伯就到啊。哦，一表就到啊！哦，是延伸的就对了。哦，他要打开延伸才有办法。这里什么物件？冰啊！他跟我爸一样，有块板子吗？不，那火车后边那个冰啊，无。嗯。哦，他是。上下掀的啦。哦。他必须要下掀的空间算在内了。一米四来，这一米四啊。一米四，哦，掀那一个就多30公分呢。对啊。嗯。你家这样可以哦。那、啊、你看哦，什么当枕头？他的那个鳄鱼枕头，鳄鱼枕头。然后、欸、他很多，他保护他哎、欸，很多娃娃，他很多娃娃保护他、嗯。这个是个小姐姐的家，对小姐姐的家、哦、很可爱。对，我也蛮喜欢这种 smart 的，这拿来代步很好哎、欸，几乎代步真的很好哦。这个是大家的梦想代步车啦哦。如果你有一台什么重机跟。这个车你要选，那我要带到 smart 啊！你要选择哪一台代步？谁要重机、哦？对啊，这个比较舒适啊，超可爱的哈、哦。嗯、啊欸，娃娃真的很多。它是娃娃，娃娃保护它。他讲的。那要怎么延伸？讲一下。没有，他用车尾帐，他这个车尾帐他要给人家拍掉，他就是我们车尾帐有一种落地圆形的那一个。哎，他是。然后他把他的那个钢，他那个钢圈，圆形的钢圈拆了。哦，那我觉得你应该用那个什么？哪个？你之前不是海力士有很多那个东西，拿来帮它缩小，做一个还比较漂亮。哦、对，它那个如果用我们现在新的那个车尾装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它原本那个圆形的那个，就折起来是一个圆这么大，它车放不下。对，它车很小，所以它就把那个钢圈拆掉，然后就变一块布了。你如果帮它设计一个，让它整个可以套下来，不是又更好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而且又可以防水。这个会有一个缺点，防水可能会没有，这个防水是 OK 啦，只是他要把它拉好。嗯，他现在是随便乱弄。嗯，真的是随便乱弄。然后他还在厕所出门啊？在哪里？他椅子间厕所啊？季雅的椅子间厕所。这是厕所吗？这是厕所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马桶啊。那个有时候以前惯在坐遐啊，有时候遐个厝的阿妈，如果中风起来，我袂落来我。嗯。哎，但是这个车泊是很方便的。啊，对啊。可以当椅子呢齁，如果你要、啊、当椅子也可以当厕所，当厕所对啊，车个够大的话也可以这样放哎、啊、你啊，你的位置都改这样，不是啊，你的驾驶座都改这样哎、啊欸、如果你这个把它放在卫浴帐下面坐着，比你那种还要舒服哎、欸、卫浴帐，你的卫浴帐里面对啊，你
胃脏，咱的坑形都蛮好的，对不对？坑这個，你放这一个，然后在胃脏里面又可以坐着洗澡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家己啥？副驾驶座哦，坐家里哦，啊看看那高度多少啊？也是他才才我看，另外原来位置比较宽，那是比较可以。哦，放副驾驶座。对对对啊，因为伊卡还够柴嘛。哦，放副驾驶座。伊买调啊，其实伊买调的啦，啊，伊那伊调爱上加嘛。他说可以放在副驾驶座，而且而且下面可以调哎。你看下面这个可以调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这个啊，这个可以调整的、嗯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应该拍了很多人会拿来拿来车博用。哎，像那个医院外面的那个医疗器材，医疗器材的那个有啦。对啊，这个是医疗器材的。对啊。这是600cc 的了哈。嗯。那爬起来有没有比我们的车有力？人家都爬得起来耶、哦、我们昨天爬到定点上不来了、欸、而且它的高也很高耶，它一米一大概一五几，快将近一六，来咯、哦、有没有一五一的一五一啊，一米五一，你比它高一点耶，你站去过去你看有没有，嗯，有高一点、哦、对不对，你比它高一点，因为你152啊，对了 ，OK 了，啊，下一台呢？下一台应该就那个大老师了吧？啊，那一台有超过四米吗？那个有吧？应该差不多，哎，这个差不多了。来，牛货买好不好？行行行行行行，差不多了。走，我们去量看看，走走走走走。应该是也在展示哦。好。行行行行行行。超过了，差不多差不多。来。有没有超过？多少？我看一下。我们四米内有奖品哦，大概了，哇，415了，四一零，这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超过就，那只有那一台，哎，还有咪咪啊，咪咪应该会是你的，对啊，我们超过了，这一台超过了，哦，走，对，那我要去咪咪一下，嗯，超过了，下面哦，对啊，走过去，咪咪在下面啊，就跟咪咪。Mini 三门的，上面有一台。嗯。啊 ，Vios 有超过吗 ？Vios 我100/100爱电话嘛。100/100好，行，来去牛，走，我们下去。啊，这一台这个偷渡的这个不算，这个超过了，这个超过了。四米小车车距。还有一台还没来啊，收礼友他们会来吗？会啊。哦。四零三。看一下。这边红色的就是红色的那一台。对了，差不多四零一了，你们四米一啊、喔？对、欸，不及格，没有奖品。啊，那台应该是哎，那里等我们一下，我们先慢慢把脚。你把后面剪掉。后面。哇塞。三米五啊、哦，来哦，这个二米五，一个三米五，这是三米五的，有在上面呢、啊。嗯，那个，这是 mini 还在睡。啊，他还在睡，好让他睡哈、哦，拍一下哈、哦。这台是 mini 的，然后搭个车尾帐的，好、哦。mini 三米五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来大佬牵一台牛矿买啊，人家 mini 比他小哎、欸，哦 mini 比他小哎、欸，对 mini 比他小，嗯，走走下去，来哦，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，我们现在每台都要量一下了，一定要量我的长度嘛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来，看着，我这。大概三六五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你 mini 减你十公分。十公分尔。哎、欸、，mini。新的。mini 三门的。新旧的三门的。哎，你五门的。一三五啦，啊你三六啦，啊顶管就一个两五的。二五。哎，二五。两米高。一只什么 ？smart 两米高，吼。所以不要紧，你用四米内都有奖品吼。
咱等下阁有两。我先把我甲切起来两下啦。现切不要紧，我看你表演，好不好？来，加。哎呀，我要煎到多。你要煎到多来？啊啊！但是咱拍开门哦，拢是正正间困车底的哦，吼，唔是困外口的哦，哦。哎，有个人车开来先困帐篷，无准绳哦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内底偌济？内底165，165、160啊。你160困的对？我86啊。哦。因为你困哦，其实会较关小可啦。好啦。这迷你已经困几多年了啦，这只。哇，你面叫我面子盒啊嘞吼！我现在善用这个物件，你看，伊叫面子盒，加迄落。这新的，这新的唔捌看过啊！这是啥？温度计。哦，你内底温度计哦。啊，你哦，你用铁锹，我想讲这内当吸嘞。吸袂着啊！系啊。对，啥物？我讲这是活动的就对了。对啊。我这个什么？这个只是要压着那个而已、啊。哦。这样可以起来啊。哎。铁的，用尺去压这个、啊，它不会。嗯。啊，这个是铁的。铁的、啊。这个是铁啊。哦。我想讲你那边哪吸会掉嘞？吸地嘞，等下就别动啊。我当作你这粘死的。哦，这也是一个方法哦。嗯。以及台车你可以吼，每一次拍都是不同的东西，大家拢无啊吼，变无通变啊吼，无啊啦。我唔信你外口变。嗯，有啦，这个佫加一个车边帐啦，还有、啊、还多了这个福亚马的车边帐。还有停机坪啊。哦，你看这个停机坪。四个头八。啊，你这两趟要放什么啦？放电线。哦。还放生活灯，兼迄个啦。这本来就乌的啊吗？本来就乌的啊。乌的较唔惊曝啦吼。就曝光。嗯，我这两趟放的都多，啊，这是天目甲啦吼，对吧？这是也有活动的，确实有济。然后掉毛巾的那款，哎，有够厉害！你这个电动是安怎载来？你放伊对。哦，你故意甲拆掉？你买是放伫阿边啊？放阿边啊。抛收啊。嗯。无几台拢袂入，太拢啊。嗯。这，你有咧伫咧低海拔的人，你才会造这台遮大台。啊，真热人，你搁遮高海拔，你先嘛就热啊。系啊。晚上很凉啊。这个才够大啊！啊，但是这个要吃110的电啊，哎，这没办法。你看，一为了好睡还垫着，在下面有没有垫高？对吧？欸，真的要垫高，我昨拍困到要死，困到尾我两个贴做伙。好，我要来陪我两支啊，停机坪已经起好啊。哦，你下骹阁有做一个这哦？欸，你这道路办过几个拢盖过啊？几个封起来啊？系啊，你几个道路办中风诶？要全包才不会。你看，有看喔，中包啊啦，安尼晒开佫较好晒吼，对不？你无包，免得包，免得走发展，对。好，我要来背啊。